程序冷600秒。氧箱3.078兆吧。明白。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，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款主推发动机，推力量级是50吨级，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，每一发箭会装2台，校准试验呢也是地面最后一次验证发动机的性能的这么一次机会，试验的完成也就意味着我们，长征5号B 遥式火箭已经进入最后转运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工作。